linkerkant van het veld. De Koreaanse doelpuntmachine. Jisung Park. Hello， 喂，欢迎收睇 G 恩心嘅少少小电台 DJ 皮影开翻嚟听，系咪又系衔接得好好咧？啊，隔篱台一收我就即刻开啦，大家唔使闷亲啊，开心仔。今日系咪冲主线啊？冲主任，推主任。唔玩支线啊！琴日都食够女啦，赚下钱先，咁咪点叫啲姐姐陪我坐？但通知弹出嚟未出画面都决定先，啱啊！下一站住啊！我同所有人都好有默契啊！阿 Lu， 你话系唔系啊？琴日俾咗200分俾你啊！唔会小气仔啦，华乌唔系华乌，阿 Lu 小气仔，记劲耐，记劲耐扣佢分，嗰啲叫姐姐，梗系姐姐啦，唔系姐姐，唔通妹妹啊？摆到明个个老过我噶啦，什么默契你知啊？因为朱恩是我的。食屎啊！我大过你五个月噶，你先系契弟啊！朱恩台系世界上最好睇嘅台，啱啊！你讲得冇错啊！阿婶是都系嘅，都可以讲系阿婶嘅。你又啱嘅，你又啱嘅，我又错嘅。你黐筋咩？大过你五年啦，除你把剑啊，乱咁噏，发神经。得闲几时？系啦，阿 Lu 明明好得闲，点解唔开台啊？呢排如果有点唱环节就好啦。我想 听真人唱《即安真汉子》。如果唔系，我就要播你同你老豆嘅合唱版。どうでした？サツからは何か情報はもらえたんですかよ？跟住片尾仲要有 Penny 喺度。馴染みの伊達って刑事。各位傻豬豬，夠鐘翻入青山啦，拜拜啦。そこのママの旦那だけどな。悪いなママ。またたまり場にしちまって。
唔紧要，呢间铺头你就即管用啦，俾你做基地啦。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原来呢个妈妈神系差佬老婆嚟嘅。出奇打散地よかったわ。好彩冇搞冇喐佢啫，系咪勇太？你冇嘢嘛，勇太头耷耷咁嘅。知り合いの死に顔を見るのは初めてじゃ、ユタ。哦，死咗达，嗰个咩达川死鬼咗。将细个一年，将年十八，之后系啊，去赌场突然21岁啊！真实年龄其实21，跟住咧望上去系18，问你死未？重点，反正重点唔喺你度，唔喺呢度喺边度啊？你觉得？再嚟多次三重唱喎、啊！三重唱即安真汉子。情報屋としてその西洋会に使われてたって話だった。何かしくじって、我已经知道我剧情去到边度啦。しかしえげつなことしよるな。達川は喉切られて、川不但被人割喉，仲要被人捅心口，杀一儆百啊！なんか俺が知ってた達川とは別人みたいだ。同我识个川达完全系唔同嘅。ポストになったと思ったら。原本谂住佢做鸭啫，原来佢系伪装嘅，佢黑社会嚟嘅。搵到佢嗰阵时，佢已经俾人怼到花晒啦，块面。半殺死にしてやろうと思って。竟然俾人接足先登，原本谂住我怼佢一镬噶嘛。我而家真系好惊啊！跟住点捻算好啊，大佬？川达已经死捻咗啦，阿瑶嘅嘢乜都闻唔到啊！我够知啊，使乜你讲啫？中国人，但系我真系想知点解啲中国佬要杀咗川阿达川？タスカワが中国マフィアに追われてたなら、系啊？点解？ハルカやハルトもその件に巻き込まれたって可能性がある。ん？もしそうなら、ハルカちゃんが引き逃げされたのはただ事故じゃなかったってことですか？個車禍唔係意外。まだそう言い切れるだけの材料はない。而家未知，仲未有證據證明。但係總之，達川呢條友真係相當有嫌疑。確かに、そうっすね。鬼唔知咩？達川哥。邪魔してかまわないか。另一個阿達啦，伊達，廢柴伊達。広島の広瀬一家？っていうとあんたら、關係人士。我哋就属阳明联会，叭叭叭叭叭，最基层。咁即系靓 can 啊！叭叭叭叭叭，全部流罗嚟嘅。条子先生，東京のデカも大したことありゃせんのんじゃの。巴士弊，东京差佬都系巴士弊，都唔系好劲啫。但我有关于阿瑶嘅嘢话俾你听，就我帮佢转院嘅时候啊，转咗去都内唔知咩医院啊。前の病院に有啲自称东城会嘅人，就系咁问医院，问咗几次话要探阿瑶，哇，相当有嫌疑。佢哋自己噏啫，都唔知系咪真系东城会嘅人。总之我就觉得奇卵怪怪啦，所以我就帮佢转院啦，谂住避人耳目，跟住就派人警卫。喂，咁咪即系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够派咁多人去守住。お前ももう少し落ち着くまで。总之你暂时唔好去探阿瑶啦。お前らが下手につけられて。如果俾人跟踪就大卵镬噶啦，我已经冇其他医院可以俾佢转啦。そうか。原来系咁啊。せめてハルカの意識が。系啊，呢头医院真系好少啊。秋山はどうしてる？咁秋山而家搞乜鬼啊？いつもハルカについててくれて。佢之前唔系跟住照顾阿瑶咩？哦，住院嗰阵时，我已经叫阿秋山走啊，因为啊，佢都俾啲大陆仔咧夹中咗，冇办法可以喺度行嚟行去。喂，我想揾佢。我要问啲大陆仔嘅嘢。唔得啊！佢话有事先会揾我哋嘅，我哋唔好揾佢。你仲想问佢啲咩事？其实之前我同秋山一齐嗰阵时，有个叫做艾德嘅中国，明明系大陆佬，点解叫艾德？原来佢系咧济汪会乜嘅人。我要问佢，系咪济汪会杀死达川？佢哋点解要杀死佢？なるほど。
原来系咁，呢啲交俾我哋差佬做得啦，你唔好咁搞咁多嘢啦。算啦，你都系唔听人讲噶啦。殺された達川が神室町に来た一冊は広島にいた時の様子、遥とのやり取り、何でもいい、何でもいい、何でもいい、これは交給我だ、是我的工作だ。他本人医院真的很少、少咯。さっきの伊達千代出か、年は食っちゃうから、なかなかの切れ者じゃったの。你有没有看过老爷差佬咁老啊？其实他都好劲嘅，应该可以信得过啩？系啊，交俾废柴尔达就得噶啦。掴んできてくれ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我哋乜都唔使做啦。そうかもしれねえな。或者啦，但我一定要查出真相。我唔可以坐喺度等佢。なんでそんなに急？你急咩啫？急住投胎咩？呢啲交俾差佬做啦，我哋随时啊，咁多事啊，起嫌疑啊，同埋阻住晒。結局警察ってのは伊達呢條廢柴就唔使講啦，其他人咧都係根據邏輯嚟做嘢嘅。譬如有個叫做本莊嘅差佬啦，佢可以當我係嫌疑犯都得㗎。とにかく俺は我之前得罪咗佢啊，總之而家唔好輕舉妄動。まずは秋山を探してみる。前に秋山が隠れて下水道に行ってみるつもりだ。我話有去下水道。お前らはここにいて。いつでも連絡が取れるようにしといて。わしらはここで待機してますけど。俺喺度等噶，你唔使理我哋噶啦，你去啦。哇！呢两条贪生怕死、无耻之徒，乜都唔做，坐度等，有冇搞错啊？わしらはここで待機してますけど。而家变成蓝战士同黄战士。伊达每集做嘅就系做沙包、做阿四同俾人炒。我明。你哋讲噶，我乜都冇讲啊。Fermi 系做盾啊，你睇佢个身形，一睇就知系做坦啊。哇咁快，哇咁快落到嚟啊！呢个玩咩？玩麻雀、卡拉 OK。做咩玩？其实我唔知道。打击中心呢、這个咧。世家都冇认真睇，有啲咩玩？呢个咩嚟？呢个玩咩噶 ？Ben Tam， what is this？ 呢啲咧卡又系世家公关麻雀，呢个我冇去过，好似。帮佢反定先，唱 K 睇咗 Batman， 飞镖，飞镖啊，唔玩啦咁，唔玩飞镖啊，我唔玩飞镖啊，啊行啦咁样，出发推主任啊，我哋要一齐推主任，推推推。汽车推推推，单车，快啲，立佢，单车死啊！阻鬼住晒，立架撑，立架撑，立架撑，趯到你老远咁远，哇！做咩事啊？得翻咁少血就唔好出击啦，嘥料。哇！好多极出啊，佢一年出三个都得。Fermi 系一啲实力都买，咩都冇咩。哇！跟住嗰啲字我唔识睇啊，唔知点解睇唔明你讲乜？唔知点解突然之间我唔识中文字，净系话叭叭叭咩？呢个系玩飞镖。呢、這个系咯，啱啊！咁主任咪好惨，唔推主任咁推咩？推副任咯。你话推咩好啊？你话 ，Fermi， 我提醒你，嗱唔使啦，提醒都提唔切啦，即刻俾人 ban 啦，系咪衰啊？是不是呢？是
系咪咧话咗你嘅咧？哇，咁快剧情嚟到啦！秋山，你同我出嚟！哇，有几个大陆仔喺度嘅。誰だお前ら？你哋系边捻个？包围起来！别让他逃走！别让他逃走！这家伙今天死在这里！今天死在这里！ここでずっと秋山の帰りを見張った話の通じる相手じゃん。打咯！他妈你这个混蛋！把所有的日本黑帮杀得干干净净！神经病啊你！神经病！我，你他妈的台湾 is number one！ 哇！我干你娘！你妈的逼！你妈的逼！我干！你他妈的！操你妈！操你妈！疯啊！操你妈！操你妈！揈出去啊！哎呀，揈唔到！啊，点解揈唔到啊？栏杆阻住咗条链。今集啲国语正咁多。系啊，应该找咗专业嘅专业配音。干你娘！操你妈！操你妈！这男人到底是谁？嗨，我 JJ。大家闪开，快跑！大家闪开，快跑！神经病！お前は逃げなくてもいいのか？咩轮国语？台湾 is number one。台湾 is number one。どうも、キリュウさん。乜水呢个？我记得初头嗰个乞衣，唔系乞衣嗰个流浪汉咯。前にこの場所を教えてくれた。咸片咧，全裸咧，冇啊！边有咁多钱玩啊？冇钱啊！要推下啲主任先得噶。唔推主任嗰位，臭你妈！玩一阵先要玩女女啊？边有咁多咸片睇？また秋山と連絡が取れなくなってな。秋山到底喺边？連絡つけられないか。できなくないけど。唔系冇办法揾佢嘅，但系要嘥啲时间咯。因为条友好捻小心噶，你要揾好多个中间人先可以揾到佢啊。咁又系，佢俾大陆仔睇中咗。系啊，咁危险嘅，我觉得佢应该离开咗神室町会比较好啊。你可唔可以同佢讲啊？叫佢打电话俾我。分かったよ。知啦，俾啲时间我。好，快捻啲，记住。吓，咁咪完噶啦又。冇嘢讲。原本呢度之前系秋山间房嚟嘅。咁你咧冇。咁啊。咁去嗰度咯，应该有剧情啩。又有几个大陆佬，操你妈的逼，干你娘！操你妈！操你妈！台湾 is number one， 台湾 is number one。呢度系边度啊？公厕。咁你咪而家吓 ？What to do？ 探索街头。咩料啊？咩攞去洗啊？食屎啊！我大捻把钱啊，使你俾我洗？傻嘅，我大捻把钱啊，掟翻俾你啊！連絡取れなくてすみません。即刻打嚟。你而家边捻度？まあ点点としてますよ。冇啊，都系喺神室町嗰度咯。傻噶。お前に聞きたいことがある。有嘢问你。この間。之前我同一个艾德嘅大陆仔打过嘅咪，到底佢系咩 pose 啊？哦，汪济会系嘛？佢系干部嚟噶，佢可以直接同阿头讲嘢嘅。果然，エドと話がしたい。果然，我大两把钱，同生冇钱啊！なんでまた？西洋会が
エドがいるのはアジア街です。ああ、いた、ハンサイ、アジア街。そのど真ん中にあるでかい店がエドの仕切りなんですけど。正中央大型店舗就是佢睇。キリュウさんが店行ってエドと話したいと言っても、佢睇場。手下どもが通してくれやしません。その店は西洋街の中心部です。連中を丸ごと潰しに行くのと変わりませんよ。なんならそれでも構わないかな。極道から足洗った人のせいじゃありませんね、それ。又話金盆洗手，我覺得佢而家又做翻，做翻黑社會要做嘅嘢。劇場前広場に APA 酒店六樓。この6階の客室で。キリュウさんはお一人ですか？梗係啦，嗰係一兩個啦，梗係啦，獨等就一個啦。我すぐ向かいます。でも快啲去啦，我哋偷情同秋山偷情。キリュウさん，穿我喎，話我俾人跟蹤喎，我真係屌佢個嘴啊！咁臭穿。秋山幾時咁串嘅？佢串我話上次俾人跟蹤，帶啲人落去地下水路嗰度，舅父豪豬因包養咩料啊？我未中頭獎，我話中頭獎先包養你哋啊！我淨係而家可以，只係可以包養一個嗰、那個咩啊？兩個兒童咋？樂師會兩個兒童咋？一個是叫什麼，我要看回，我忘記了 是哪個地方。有一個是老窩，但是我之前不是說過的，那個老窩那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呢，孫明會沒有說，不是樂師會，是孫明會。他跟我說話呢，他那邊要暫停咯，孫明會的幫助和停止助養人的款項助養這樣咯，但是沒說啊，總之就說不用了，這個小孩就不會再什麼了，不會接受，即是沒得助養了，簡單一點來說，老婆那個身形移動歡迎加入綠色戰隊，連個兒子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我唔识读啊，佢个名好鬼难噶。阿 Lu， 你叫老豆包养你啦。儿童心智，老窝个老死咗了，黐线。儿童心智，但佢日日又食手机电，我有噶。等我睇下先，唔知抄唔抄得翻。唔鬼記得咗佢咩名字，我仲有埋相添嘅，佢寄相俾我睇嘅。啊，有一個係阿爾巴尼亞嘅女仔，阿爾巴尼亞好靚，我覺得白皮膚白種人嚟，唔知睇唔睇到咁樣樣，叫 Lika。看到吧，大哥一定很漂亮女。豬的兒子不是叫興旺診嗎？黐線，我被人呃，不是，他會安排第二個給我助養，他說助養到二月左右，接著會轉第二個，我想是不是你的兒子長大了。不是啊，不是 Google 的照片，佢定期會 send 啲相俾我噶，新噶，個樣都唔開心，白皮膚黑人，黐線，亂咁噏，你呢條咩拎嚟啊？頂！Abby, I'm from Edo State. Edo State. Okay, interesting. So, what is your name? What is your name? My name. My name. Yes, your name.Yes, your name. Au re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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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 revoir，看先，他应该今年是七岁啊，单亲家庭，
佢个名好难读噶，你哋睇下读唔读到，唔识读啊，唔识拼啊，唔知咩多咁样。你睇下 ，P H A E D， 我唔识拼啊。定期 send 啲咸相俾我，你个仔长大啦，依然会讲粗口，几靓仔，系啊。我寄嗰张相俾佢就唔睬我啦，两个红点住。阿尔巴尼亚的碌柒，你家姓，不如定期 send 图俾你咧。黐，我唔想要，我唔想要，我唔想要你啲钱，我唔想要你啲相。我觉得个女仔呢个靓啲咯，佢今年系14岁啊，哇，爽歪歪，啱啱发育啊，阿尔巴尼亚嗰、那个。原来阿尔巴尼亚在希腊隔离啊，科索沃隔离啊，我唔知喺边啊。原本佢嘅首都咧叫地拉拿，老窝喺泰国隔离，中国下边万丈啊，首都叫做。我又长知识了，你助养系咪啊？你快啲助养我系咪啊？你助养呢个女仔，你每个月俾几多钱俾佢啊？你系咪真系助养？你有助养咩？等我问下佢先。求其俾张相我，啲傻嘅，啲小朋友我先助养嘅，你哋唔系小朋友，唔会助养。No， no way。日问要去人烟稀少嘅地方，而家唔可以跑嘅，点解？那个男仔冇啊，那个男仔可能嗰度冇相机，影唔到相咧。跟住佢冇啊，佢就系画嗰啲画俾我，画啲花花草草咯。个女仔就都有画少少画，但系佢唔系咁中意画画，寄过一幅近照俾我咯。上年唔系啊，定系年头啊，好似定系年头咁上下寄个近照俾我咯，六粒米。你个女仔助养唔够噶，要包养。さっきから俺をつけてるのはお前ら。救救小猪因机构会到而家一蚊都收唔到，我就嚟死啦！我饿死啊！系收到个猫屎。助养系咪头先又系嗰个咩？呼嗰个。黑人而家长大了，喂顶我，唔好打烂个单车啊！屌你个嘴，机狗，不如定期画图俾你哋俾钱我，黐线嘅，我唔要啊！喂咁难打嘅，点解突然之间一个单车车爆你哋班肠仔？食屎啊！肠仔啊！疯！死未？仲揸你？疯！咩啊？咩角色嚟噶？喂，真系东城会喎！睇下你呢个系咪真系嗰个？唔系喎，呢个我唔识喎，呢个黑鬼。なんで登場会の人間が俺を？画幼稚园图俾你，台主你俾翻100几十喎，你系想不如我画翻俾你，你俾我啊，你俾我啊，不如。嗰啲小朋友食都冇得食啊，知唔知啊？要帮阿妈。帮佢手耕田嗰啲嘢嘅，好辛苦嘅佢哋。你哋都唔使做，日日喺屋企做废青。Peanut butter baby， 都定期写感谢信加双相俾你助养住山区嘅我，但系你哋 send 俾我啲相，要系真系你哋嗰啲相，同埋我会摆我上台摆上嚟嘅，公诸于世啊！你谂你啊！同埋我会 P.S. 咯，帮你哋啲相 P.S. 改造咯，你哋你谂你啊，系咪真系要？
连女朋友都冇，够食够住咪算啦，仲咁贪心想要女朋友。二楼有咩啊？我知道去六楼，右边系咪社长？呼社长，我已经 miss 咗了，头先喺边度？呢个撚子地方有楼梯，有楼梯上同落，呢个梗系坐电梯啊，点会去楼梯啊？坐好远船嚟见你，你坐养住山区嘅我，你系鬼住山区啊 ？Lu， 你明明住高尚住宅区啊你，唔好扮嘢啊！哇！请秋山同秋山幽会啊！俾图瘦瘦改，我好似蛇精男咁瘦先，唔得，唔可以改，系由我改。边度够食？边度有得住？瞓紧天桥底偷用电，偷紧 WiFi。哇！顶佢个肺，秋山咁恐怖喺后面出现嘅，黐线啊！做侦探一流，掩人掩面。隔篱个靓仔收到佢几多钱？ちょっとスパイみたいでしょ？系啊，好似 spy。でもこれ、遊んでるわけじゃないですから。近排，佢咪好惨啊！要喺海洋公园扮熊猫。本当の話。有熊猫你扮都算好啦，熊猫咪好，有竹叶食。それに今日はもう一人ゲストがいるので。仲有另一位客人，所以要慎重起见。ゲスト。人生一家好似样啊！命を救ってもらった恩は忘れてませんよ。咩料啊？我之前救过呢条友咩？お前又好似系啊！最近この室田君から俺の変装を見破られた。曾经俾呢个失田小弟识破。俺のことを桐生さんに教えたのは彼だった。所以就将佢啲事咧话晒俾佢听啊！于是我哋一拍即合啊！俺らが気をつけなきゃいけない。我哋一定要小心啲啊！唔止系嗰啲班大陆佬啊，同埋嗰个叫做管井嘅人。こちらの室田君から、そのあたりの話。听下呢个僆仔讲嘅嘢。どういうこと？你讲啦。いや、よく見りゃ本当に四代目だったんですね。原来你真系第四代啊！听讲话第四代嚟咗，我真系好惊讶。ただ、登場会の上層。摆件事你哋铺咩？咩废青艳放乜料啊 ？Why Japanese people love society？ 冇啊，冇啊，边度有啊？讲紧咩？我系咪误会咗？有得抽大烟仲叫穷？唔系啊，好贵嘅大烟。それも結構激しく。どうよ。今の登場会本家は唱歌嘅事。会長代行の菅井さんと染谷の二人が主導権を握っています。理由はもちろん、タンヘド。逮捕されて不在。我記得嗰陣時肥真係タンヘド開台啊。でもそれが仕組まれたもんじゃねえかって噂があるんです。抽緊水じゃ大煙。点解你要抽水？有水饮啊！你知唔知啊？老窝个老窝啲人分分钟啊，连干净嘅水都冇得饮啊！佢哋成日都要饮啲污糟水、屎水、坑渠水啊！饮完成日肚痛啊，成肚都系重啊，好惨啊！登場会の門がアジア街。到底边个喺亚细亚街度放火？そしてその焼け跡に入り込んでしまった。一起步，中国マフィア火烛嗰度，跟住有唔知四五条友坐喺个大厦嗰度，跟住喺度望。始まりました。で、その構想が収拾つかなくなると、抗争一发不可收拾。差佬又将站推到我哋第六代身上，然之后拉咗佢啦。工程会群龙无首啊！然之后原本系顾问嘅管正先生咧，佢就咧睡念精听啊，精。聽證，原來條友仔咧同呢個濟汪會咧有勾結嘅，長火係佢啊搞出嚟嘅，就為咗要加入嗰個唔知咩濟汪會嗰度啦，叭叭叭叭叭撲街仔。そして
我是很多人的暗中在搞嘢啊！将大吴先生赶走。桐生さんは相当煙たいはずです。你又系佢哋嘅眼中钉。桐生さんが真相に気づけば。佢哋会觉得咧，如果你发现真相，一定会咧揾佢哋算账。所以我哋点都要话俾你听呢件事啊！菅井と染谷にはくれぐれも千祈要小心呢条友同埋染谷啊！ここに来る前。系啊，我哋之前真系俾人哋袭击啊！唔系乐仙会啊，系孙明会啊！我头先讲错啊！你知唔知詹士连水都冇得饮，净系可以饮酒？わざわざすまなかったな。詹士好乸有钱嘅，佢睇啲水唔上眼啊，佢净系睇得上啲酒嘅啫。それはこれで。哦，废话，我讲完啦，我走啦。我哋连住都冇得住，识埋食埋毒药化学嘢，个肚都就嚟似山区小朋友一样。唔系啊，你都仲有钱上网，你仲有电话、电脑上网，几好啊！誰も表立ってはいない。废青三餐，斗穷啊！你哋。菅井たちと採用会がグルだって話ですが。我系唔会中你哋计嘅。今は本気で殺し合ってるようにしか見えませんね。最初は茶番だった構想が、原本系做一场大龙凤，点知假戏真做，有咁嘅可能性噶？カムロ町は今めちゃくちゃです。俺がスカイファイナンスを再開しようにも、こんな状態じゃどうにかも。スカイファイナンス。天空金融。俺は。我成立天空金融嘅目的咧，就为咗将啲钱借俾咧怀住呢条街咩茁壮之梦想嘅人，我就谂住借俾佢哋嘅。然之后咧，为佢哋解困啊，就向佢哋报恩嘅。点知呢班友呢两班人喺度啊，喺度打到你死我活啊，将成条街嘅生活嗰啲铺头买晒，唔知你知唔知？连星辰都遭殃，我知。我知。こんな時にもし希望があるとすれば、呢个时候唐岛之龙又再出现喺呢条街，真系靠捻晒你啦！だが俺は、但系我，分かってます。我知道，桐生さんが構想を、我知道你唔系为咗呢条街翻嚟嘅，但系我都仍然希望你咁做。期待しちゃうんです。哇，咁即系强人所难啫。今のはこっちの都合でしたね。アジア街のことは調べておきました。江戸と話をするだけ。如果只要同艾德讲嘢，应该唔使特登从正面过去，有另一条路啊，迂回路线。採用会のメンバーは半端な数じゃありませんから、人目を避けて忍び込みます。睇下点？你哋知唔知我着亲裤都系穿窿噶？朱茵快啲再让我买裤啦！你条裤穿窿关我鬼事啊！你改着裙咪得咯？你问翻西咩啦？上次佢整到你条裤爆胎。你问西门助养你啊？我谂我应该会即刻买条裙俾你。咁咪好咯，下次唔惊爆胎咯。跟住仲要咧，系买橡筋头嘅裙。咁你咪唔使成日惊住唔啱着咯。皮带都唔使攬啊，唔使攬 belt。又方便我拉呢条裙，你就可以屙尿，几好，屙屎屙尿，方便过开朗裤。唔使缝咁多针线啊嘛，即系一条布缝埋，跟住将要洗眼。个头凹又得，就咁凹又得，得咗。本当はもう少し人数がいるといいんそれなら着条裤穿窿好正常，连条裤都冇窿，着唔到。そしゃ。何度もご足労をかけて申し訳ないんですが。仲未講完嘅，快啲啊！實在太好啦，終於都講完啦，快啲揾雲南米線啦，兩條廢柴。走啦，搞咁多。喂，過咗啦，呢度先係啊，搭 lift 落去啊。嗰兩條廢柴乜 Q 都唔做，淨係識得咧去媽媽山嗰度咧等我翻去。真系把鬼，芝麻开门，现在翻翻去室内啦，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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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要搵多啲钱啊，叫鸡啊，唔系同姐姐倾偈，同啲姐姐倾偈。我个金钱嗰度已经升到好劲咯，滚！有冇谂住打亚门？我唔知点样搵亚门，我完全冇睇攻略哦。我完全冇睇攻略，点样搵亚门？我唔知道啊。好，转右，有一班蛋散喺度，试下真系着裙。如果你真系着裙出街啊，我请食四季啊！你会着裙次次都系噏，得个噏字。死啊！死啊！哇！劲！死啊！踩爆你个头！亚门。今集打两个支线可以开亚门。在圣经就找到亚门，你肯定唔该晒啊！你哋唔好睇我着咩底裤，冇人有兴趣啊！你放心啦。Taxi， 哇哇，好型啊！呢、這个苏格兰裙专俾男人着，偷睇冇人想睇，系啊？点解仲系都系得咁少钱？我財運嗰度嗰個咩特別嘢嗰度升到盡，升到爆啦已經。快啲打！快啲啊！唔夠時間啊！冇錢執大鑊啊！臘架撐死啊！都是单车最好用，哪里有单车，没时间啊大佬，啊头皮立样嘢都好，怎么没钱跌的他们打帮任赚钱 fat fat， 哇如果有心机收台打咁啊，收台先赚钱啊，唉，好少钱。明明之前咧，我记得打呢啲咁嘅烂仔咧，都有几皮嘢执噶。咁少都冇钱咁滞，点解唔跌钱嘅？搞错啊！仲系14万，一嚟死啊！黐鬼线 ，I'm superstar。CK 上嚟又系时间差唔多收台啦，又系时候要收台了。之前我记得阿成仔话有间唔知喺间 cafe 嗰度啊定乜嘢，有个聚脚点噶，饮金钱运，头先饮咗啦，唉唔紧要啦，收台先做啦呢啲嘢。翻返去室雷拿度，我翻嚟啦，唔系喎。悪いな、待たせたか。咁快嘅，屌两条废柴喺度饮酒。桐生の兄貴。大马王将嗰栋嘢度。頭、しこたま飲んじまって。好啊。これでも達川のこと可愛がってたんすよね。俺だって酔いたかったのに先に酔っ払われちゃいましたよ。ああ、まあ、お前の気持ちは分かってるんだが。はい、酒要5万円、不是要我同佢找数啊嘛。你追无人机经过嗰间咖啡，好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食屎50万円，50万。50万だからもうやめた方がいいって言ったのに。死傻仔。頭、ちょっと起きろよ。又系云南米线。何者？你个打靶仔，唔好话俾我听，要我同佢找数啊！
ユタ踊れ。なんでもっと早う止めんのじゃ。哎，成四百足拜师有余。タツカなんぞのために50万も。四百七。まあつけにしてもらったんすから。後で何とかするしかないでしょ。老板娘怕晒嘢。哎呀，或者叫佢哋唔好饮咯，饮咗50万円噶啦。喂，写美云南米先。我俾苏州屎俾我。咩啊？饮酒唔得啊！伤心咪饮酒咯，开心饮酒，伤心饮酒，露营必须酒。韩国人的 host 都要用的，今度啊，你衰低老板娘，唔叫停我喺度扮晒嘢，而家佢 fat fat 啦，50万円啊！你估少啊？50万円即系几多啊？30000几噶啦，大佬。是30000几港纸啊！你有冇钱俾啊？白痴啊！咁多兄弟，唔通我哋会冇钱俾咩？你谂翻起我哋广东有几多兄弟？無理はしなくていい。算够数啦你。確かに命がけだ。你哋啊，睇你哋间屋公司间屋啊，每栋堆垃圾缸咁样，鬼有钱咩？睇小我你，我即刻问佢老爹，问老爹，我问毕野武攞钱。用太閒啦！你真係黐線嘅。それじゃもう出るんだ。同生大哥，不如你借錢俾我哋啦。我冇咁多錢啊。我都係走先。仆街，唔好走！我冇錢位啊！你快啲幫我哋啊！唔撚答佢，你死你自己仆街，自己嘅酒自己俾。拜高拜啦，拜拜啦！酒已经喝你得你三个人都扯猫尾啊！扯猫尾，带埋两条毒卵去同姐姐倾偈，都系冇得14万英，到后唔到费。王将，大阪王将，大阪王将喺呢度，咦都好近喎。三个执男，拜拜啦，拜拜啦，睇下咩料先。大阪王将嗰栋嘢度，即系点啊？我入王将嗰度，点解隔篱咁多入口嘅？净系入呢栋嘢呢栋大厦度。醫下肚先入去，我未食過大阪王醬。哇，唔鬼鼠啊！靚妹企喺度，一聲一聲，食餃子好好味啊！咁細兜點解咁頂肚啊？黐線，40，唉，40啊！唉，是但。王将左边入口。うまいな。两条柒头睇住我食，美食系男子，我攞到个奖杯。哎，嗰度个 Jam Master， 唔好买我去中国城啊！左边。系啊，梗系睇住我食啦，佢哋冇得食噶啦。好似上嚟呢度啊，系啊，揾到佢啦，好嘢！强化能力，好似话唔好打，唔系我要入曲喎，其实可以。我揾边个？而家系咪冇得入曲噶？冇啊，冇得入曲噶，咁接任务先咯。有几多钱啊？试下打呢个不如。编制都冇咩人啦，我有得入。Where 啊？等我出翻去先，系咪隔篱有条友俾我入嘅可以？捞好耐啊！哇，做咩事啊？
一入嚟推冧曬人哋啲台凳，黐咗線啊！哎，見到啦，見到啦，見到個柒頭啦！哎 ，yes， 哎，我要揾翻條link添，等我一陣啊！換邊個最好啊？真島五郎啦，唔使講，拉細啲先。真島五郎八，見到鹹片拎切線冇可能，我唔睇鹹片，嗰啲全部日文網嗰啲攻略嚟嘅。唔好亂講 ，RS 咪 SR 嗰啲換曬佢，哦好彩都唔係好多，使唔使隔一隔噶？跟住佢三 Y 三，哎呀！J 唔使，至少要角色嗰幾個入曬。得得得得得得得。跟住咧，C， 搞掂 ，Yes， 真島五郎。仲有牙島大河，喂頂 ！U J H 三 C D V， 其 U Y E。Why？ 噔噔，仲有几多个啊？同身一马，我自己都未入。S R， 起码入咗三四个先，唔系讲笑。G V E V R K。V D X 三 E D G 系咪入得好快呢？因为琴晚玩咗成晚嗰个 live chat 之后，我打字打得好快啦。而家唐岛大悟，点解伊达都系 S R 嘅？佢算什么鬼？八 X N U P， 跟住咧 B J Y 五，大五招技最好用咩料啊？心心伊达招都好用，十秒无敌。就翻伊达同秋山未入，唉，快快手手入埋去啦。七 Y W V P V V U V A X T。D F A， 噔噔，废柴伊达 ，last one，last one，last one， 废柴秋山 ，B A D C G C V T 八八 F 七 V。唔搞掂，按错图唔好意思。
入埋小野道夫。哎呀，好快啊！点睇啊，华乌？我咪打得好快啊！小野道夫喺边度？小野道夫，小野道夫。我呢个啊 ，last one 呢个，点解入咧？呢个唔系好渣嘅咩？睇佢个样子，唔系喎？点解仲有其他嘢俾你哋睇下？咁咪入好多，有咩分别啊？上边同下边呢啲又系 SR 喎，咩小岛冲、内田哲也咁多嘅咩？呢啲使唔使入埋啊？够唔够用啊？有亚门得 C 级啫。小野道夫咁得意啊，唔入啦，有 ，oh no， 唔入啦，费事大家陪我咧入呢啲曲嗰阵时候已经走咗几条友，哇，啲台纸做啊，纸做一推就冧，垃圾 rubbish， 编制组织同。編組部隊有咩分別啊？有咩分別啊？阿成仔，燉你冬菇啦，梗係燉佢冬菇好唔好咧？等下等下，整分身術，等下真到五郎做啦。炖你冬菇啊，傻仔！有好多喎、啊，组织个树图，约头俾翻自己做好唔好啊？我话晒事，我又系会长，我又系 CEO 吹咧，跟到，哇会升啊？点解？出战嗰几个？輝查伊達抽山啦、啊，俾。點解又可以揀自己嘅？抽山，城仔已經俾我燉咗冬菇啦。呢個乜水啊？俊太拜拜啦，我俾城仔做。城仔咧，阿星加咁少垃圾。rubbish rubbish， 点解个树干咁少嘅？编制部队呢、這个可以回血嘅，我唔会踢佢走嘅。咦？点解嘅？点解净系可以拣呢啲人咁少嘅咧？屎鸠蛋啊！开头派帮派细。原来咁，唉，屎鸠蛋咁啦，仲可以出多件喎，是但啦，就咁啦，都够做噶啦，成个组织都系同身复制人，系喎，其实可以喎，影分身术，不过试下玩下啲角色有咩唔同先。试下佢哋点玩法，好，等等，我点啊？我冇钱，唔够钱啊！咁样出唔到人，点解啊？哎呀，300唔够咩？咁点算啊？咁烦嘅咩？唉，一个都90，有啲90，有啲100咯。但系点解我下边呢度显示85咧？咁佢点样计？条数点样计出嚟？咁我而家又点样可以取消？易趣。即系因为佢而家显示我得85啊，
都係出啲散仔。冇啊，啲散仔，即同埋佢點解淨係俾我咁樣揀呢度棵樹嗰啲人嘅？佢唔俾我揀啲，咁我呢度又要轉咯喎。試下換係你先，即刻下降啊！唔放啲大佬冇新兵種喎，八五一開波嗰陣。唉，真係大領落啦，唔夠做啊！點解又變咗75嘅？頭先85噶，我唔明啊！我唔明啊！點解仲低咗嘅 ？Why？Tell me why？ 而家去唔去到啊？用住廢嘢加幾隻 RS 先，好啊。咁樣睇下先，咁樣夠唔夠做啊？冇噶啦喎，放兩個垃圾仔，而家三件垃圾仔啊，其他放大佬，夠唔夠做啊？而家應該夠啊，試一下啦，唔好理啊。試咗先啦，任務呢個垃圾，試炸兩分鐘，出擊。出擊啫！抽山轉大唔，下次轉。就嚟想收台啦，差唔多啦，試埋佢先。噔噔噔噔噔噔噔，抽山冇乜用，我唔知啊，我冇認真睇佢啲技能。唔好理啊！出招啊！打出个光头佬，打佢老母！开战，打边个咧？啲盾冇用嘅，召唤唔到后面呢两件，是但啦。帮你医咗先，我唔理啊。這個呢个咧，呢啲好少嘅啫。啊！做咩死晒啊？做咩？哦，人哋死唔关我事。出最左边啲散仔用人海战术，我而家可以召唤啲劲嘢啦，话俾你听。冲前去啦！快啲帮手啊！啱啊啱啊啱啊！点解唔行啊？你快啲行啦你，然之后出击啦！再召唤先，都唔使点啊，赢啦，胜券在握啦，而家你打围殴佢食屎啊你！胜利好简单，出小兵太易玩了。获得阶段性胜利啦！其实凑到107同身会唔会一个打晒？我都系咁谂。其实唔出同身都好易赢。お疲れ様でした。よくやった、お前ら。哇，30,000 yen！喂，抵屌喎呢个，收台慢慢玩先。呢、這个 OK OK 可以赚钱啊！听晚可以又同姐姐倾偈啊！多谢各位收看，收台先，拜拜，拜拜。